鬼人药水那些持续这么久、哦？它是永久的，永久的。麻、哦、了麻了。我们要麻一等他红眼麻，现在都黄眼呢。撞撞撞！对啊，没了。还有吗？不可撞了，不能撞。那我来。哎、啊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，被捉了。这捕获弹，哦，掉了，还有个点，哦，可怕的恐怖啊！回去报告人。宋凯玉，宋两组，还有林曼玉，好，可以。还要再叫一只吗？够了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记得克自己是七颗残爪。可以先回去看，我再等。对啊，然后我去顺便看看我们家 HTT， 怕他想我了。有没有想我啊？完全没有反应。他在忙，不能开麦。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了？你是说没有想我，还是没有在忙？都没有。怕你寂寞呢？寂寞了，帅。经济频道。储存。哎、欸，对哦。嗯。不过狙击龙弹强化之后啊，改造啊，它就不会爆炸好多次。它射出去就只会炸一下。还是有要打什么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在看什么东西。还有谁要打什么？就叫一只啊。可回报。可以把，顺便可不可以把孔哥也挤掉？有人追的追，还追的，追的又追的。哇，一次把所有。奖金全部完成。哎、欸，我也想回去完成奖金。捕获兽龙种嘛，这应该要。猛牛龙已离去，出来一只浮空龙。哎、欸，我看可以叫什么？不是这个，我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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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克制啊，看克制。风飘龙残爪，我还有三只破龙。生产。哎、欸，我有钢龙哎，你要大家看吗？可啊。不知道哪里跑来的钢龙，在我的选项中。不是克制强化。对。
等你过来。可以了。去呗。回复能力。那下一阶段可能就更靠北了。嗯，钢龙，好可怕。那是下一阶的事情。钢龙听说是不会跟光翼风飘龙一样，飞上去就是停不下来的。我要让他烤肉，末烧一下好了。好了，至少有吸血能力了。火龙尾巴，岩贼龙的尾巴。你们是要打什么的？巨魔的还是？巨魔的、啊，我有巨魔的。不知道打什么跳跑出来的。等你进来。ごきげんよう。科兹那一把就已经全部了吗？还是还是在科兹？啊，那把锤子啊，你不是克制回复吗？对啊，还能再克制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再克制，因为它有洞数啊，就三个洞啊。对啊，那应该是满的啦，你那个就三个了，所以应该是不能再克制了。又是断网，辛苦啦，安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嗯，那边没有敲我。好。晚上了吗？到了，晚上了。那我去右出，那我去右出一下。钢龙右出。普通还是力战啊？普通的啊，我五等而已。我看地图下面那里有钢龙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他自己出来了，我没叫哎、欸。那去打吧。钢龙是哪里的？应该是森林地带吧？森林地带大概五才要 level 5才会出。那么固定环境。还是当猫的保险金，我的天。我先固定一下，好了。走。我们晕死他！我有浮空龙啊，因为先找一下，叫 Uber 找一下吧。嗯，我没看到钢龙诶。有啊。我没有啊。我踩，等我踩一下吧。感觉又会在那个位置。对啊，我觉得也在这。我之前打B座的还是在上面，看到了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，每次都在这里，每次都在这里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到了，他是被动怪吧？被动啊？是，是啊，四 D。哎、欸，可以捡痕迹！哎、欸，有风有爪痕。嗯。哦，调查报告好。好了 ，Nice 也来了。好、啊，上了，准备了。好，可以。好嘞，投投投。哇。对耶，这只尾巴很难断。对啊，太细。晕了。哎、欸，我吃大一力怎么没有出现那个东西出来？没有吗？对啊。那是奇怪了。又捡石头吗？哎、欸，没看到。哦、很难看，哎呀，
它肉质本来就很便宜。大麻鱼呢？啊，放弃，好没。开飞了是不是？欸、不能闪，你让他怎么打、喔？就等他下来。我等下等。啊靠！我被吹飞了。哦、差点。要飞了，又来了。啊！雕龙屋在风里面呢、啊。晕了，我勾的不是尾巴，太硬了，太气大了，刚刚那么多掉落，落下下去了。争夺地盘的痕迹，哪里？在这，在这。少龙角，又是少龙角，模模一样样。我来啦！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脚下我没看到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今晚是。开魔物的人，不，我忘了干肉。哎呦！开水。
不要睡，不要睡。不要，现在是黄眼呢。我看一下嘛。我刚到啊。哦，小地图也看得到吧？可是我没有追哦。好久偏了。可以了，让你睡。晕了。可恶，脚挡住。睡啦。有啦。哈哈，我耐力快没了。不会不会了，需要 nice。还是谁啊 ？nice nice nice。我就砍三次，砍，还可以再撞一次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石头，没有石头。我在找，我在找，我在找。旁边有菲力果实。我在找，我在哪？我在哪？在这，在这。这个是撞啊！喂、欸，哦。哇，接下来300多，看来接下来可以破车。太累了，不要喷风。是有差点串起来。哎、欸，其实血吸不多哎、欸。还是可能会死。我是从水爽。大招来喽！哎呀呀呀！哇！下来下来了，可是我死了，看到哦，哎、欸，这是可以死没差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可以啊，报酬金减少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刚不是说可以，可以死啊，可是奖金会减少、啊，我刚刚有说可以一直死吗？没差啦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不是有猫的报酬金也不能用哦，还是这烂呢。自然生成的吗？懒，对啊，不是说这是自然生成？对啊，怎么奇怪的？那个风太麻烦了。对啊，我没发达。爪痕在哪里？那个亮亮是不是不见了？八一八一八，八一八，在这在这。哦，调查报告，只要不要是钢龙的就好，我不想打钢龙。啊、你们打出钢龙了吗？还没啊！他刷出光龙，我为了救他们，我死掉了。壮烈，刚不是有说爪子吗？爪子跑哪了？他是你们是在楼上吗？对啊。好，我上去。看他在下面。不，你可能有可能。快爬上来！怎么下去啊？这里还没有啊？看一下啊。啊！死虫子！哎哦，不要下来！可以帮我处理一下那个虫子吗？
没有用，要用滚错边。你也可以去死啊，没关系，这样我觉得心里会公平一点。好可怕、哦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下来很恐怖。哇，可能不太能下来、啊、有一个蛮大的龙卷风，差点。哦，我被吹下来了。哦，周围就是风。哎，他下来了。啊，算了，我来了。起飞。啊，翅膀。哇，这是到底是野生的还是你叫出来的、啊？野生的，为什么会减少？不知道，我记得我没有叫。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再找一个人去死看看，证明应该不是只有我的问题，毛之翼就是你的。不要啦，你看起来很不需要钢龙的材料，去吧。哦，拿下！讨厌风压。绿猫是谁啊？完了，我觉得你们要重开集会所了，因为我进来的关系奇怪的人变多了。真的假的？都你那边的吗？对，这两个很麻烦，有点麻烦，非常麻烦。好的，我们等一下重开。然后设个密码，记得锁密码。好的。哎，麻了麻了！我干你啊！这怎么打了、啊？对不起，我骂脏话。不是，我在龙卷风下、啊。两个是江江神鸟。晕了晕了。可以投射物吗？嗯，我有。我来不及避雷。屁嘞！哇！哦，感谢哦， oh. 再来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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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活了！哎、欸，这是针对哦。捡核桃。哎、欸，应该可以再闪一次哦，我们都没有闪过。可能我没有带，没人会带了啦。那时候被我这样讲，有谁会带？我要出来了。好，你来。那、啊、你在家里哦、喔。我就带掉了雾哎。啊，他下来了。他要用喷射白光了吗？哦，他们好像走了。好、哦，去，他们走了，没事，你们不用管他了，没事，没事。危机解除，危机解除。他看到我大佬吓到跑了。好啊！发生什么事情？我怎么扣血了？好了，我去别的地方好了，不然等一下会被火箭撞。没关系啦，你留着，你留下，不然我就走。啊？这么有爱的吗？欸、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差点起飞。怎么去玩我就被喷了？捡东西啦！我要去补东西蛋。哦，来采矿。我怎么感觉我没有当一个很好的？没有啊，他暴风圈啊，这是很难。我想，这把有吸血没错，可是这吸好少。可能爬在上面而已，走，再爬上去吧。不然我想说，很多人都没有去克制它，因为是这样吸太少，应该是克制次数问题吧。对啊，上面是不是很危险？没有，现在很安全。你可以上来看看。你再久一点就不安全了。对，你再不上来就会死，直接去死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行、欸，我觉得我要走了。我的补品都没了，我要换装备了。
哎呦喂呀，疯呀！我的钢龙闪光开成这么高的东西，还晕了，还是撞墙了？撞墙，撞墙。好，我准备再撞第二次。他头呢？啊，没有红了。哦，我看有没有红。飞看看呢？别冲啊！我靠！我们冲上下来了。哇！你抓到！中枪！哇！头在爆后圈！哇！大尾巴！大尾巴！这是杰克，是杰克啊！哦！不敢上去，不敢上去，不敢骑，不敢。我上个不动，冲过去打。哇，这个圈圈的痕迹，好想下去，好想进去挖哦！我没有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。我刷的不动进去挖。那是早死好吗？没有啊，刷不动进去不会扣血。啊，刷不动不会扣血啊？他只是封压而已，那不会扣血。会啦，会扣血。会啦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我挖到了。我进去没事哎。旧的暴风圈，又来一个，我操！到底至少多少个？哇，这风也太大了，风好臭啊！咖啡色的、欸，你们咖啡色的。都里面哦，没粉尘了，没关系。哦呦，没了啊！我没有石头，忘了。靠！石头。刚好没了，但是风也会动哦。会啊，破到哎，我靠！还是要下来。啊，起飞！死了，一头撞死，谢谢。要不是他在那边被人家苟活的，龙脉的古龙，古锤龙，满点的五种哎，我在旁边，挖完了，他只有那两个素材，好，我去。这里还有个古种，进去看看。Fuck.